又到了这个离别的时刻，我觉得为什么时间会过得那么快呀？我们要不先上去说，好，我们要不站到前面说，我没的地方坐。大家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看在眼里，就是为我们做点所有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也会对大家有所相应的回馈，所以大家请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好、更完美的礼物。接下来要跟大家说拜拜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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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今天辛苦了，真的辛苦大家了，辛苦了，跑那么远，谢谢，跑到这里，一定要注意保暖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，拜拜，拜拜，辛苦了，谢谢重庆，真的是，楼上的重庆。